我们现在要来溜滑梯喽。你们直接，你们要拿 GoPro 下去。等一下，他自己拿 GoPro 下去。你先第二次再拿 GoPro 好了。这么大的斜坡，预备，开始！我要陪你一起下去。好啊，接下来要爸爸陪我下去，那你先走。快，你先，你前面，你才能拍照。我等下我要练一次，我刚才都卡在。下去，我也溜得下去，但我一直在等妈妈。卡住了。
去，然后我去追他，好不好？小树先放下去，我去追他。别停，刹车，太感冒了。